新闻介绍，从镜头四来江宜市，要来看是江宜市新村里新村活动中心举办的新村优先独房用餐活动，展现社区营造的成果。你伫咧现场开放独房来参观菜色，佮介绍如何来料理适合点背食食的方法。市长陶晶提含区长的主政，特别到现场关心点背用餐，嘛伫咧现场含到许多做伙来卫生。展现社区营造的成果，新村里举办的新村优先独房用餐活动，伫咧现场介绍料理的方式。刚以市长陶晶提含区长罗祖静嘛，特别到现场关心。市长陶晶提表示，新村优先独房和长辈有一个会当同齐食饭开讲的所在，是社区营造成功的模范之一。伊嘛真感谢所有帮助的新村优先独房建制的朋友。对这个未来的一段代志，比如讲头路顶无光人，还是讲路害气啦，还是他们这公务员的爱心力啦，就水果盖啦、茶树、树木休息等等，一点拢台湾人，台湾人都讲杨里长讲的，我拢听懂了，讲爱台爱心。新村优先独房伫咧旧年诶十二月二十三号正式启用，每礼拜诶拜一、拜三、拜五办理用餐，只要是涉及伫咧新村里六十五岁以上诶长辈，开淡薄仔用餐金，得当做伙来食饭。另外，新村里嘛有社区上大诶民间管理公园雅园，由李明自发性整理维护，展现社区诶凝聚力。最新新闻，中国民嘉义市蔡宏报道。